退役军人优待证在机场能不能用？今天带大家体验一下，走，找那个直机的窗口。哎，有点不好意思。前面这是一个军人优先的窗口。你好，麻烦问一下，这个能用吗？这个可以。哪里的？是去乌鲁木齐的。谢谢哈。这个登机牌上面有一个VIP 的印章。然后我现在到了安检，看一下安检通道可不可以走那种军人优先通道。安检通道是可以直接走军人优先通道的，我刚就是那样过来的，但是我拍了个视频，他让我删掉，我就没拍上。事实证明，退役军人优待证在机场是非常有用的哈！感谢，祖国没有忘记我。其实并不是我们需要特殊的优待，而是党和国家对我们退役军人的认可。更应该感谢我们老一辈的革命军人，有你们的付出，才有了我们的今天。只想说一句，当兵光荣，退伍也是一种荣耀。